哎，我忽然有个想法，我觉得以市长的这个化妆水平，想把这个同事化成张雨绮，我觉得是一件很不易的事情。你要抓个同事啊！哎，大旭，你干哈？我没看。你看不看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？没看。我决定把你化成张雨绮。有不用的。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，我喜欢给到他微醺时的眼眸。因为张雨绮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里面的这个妆容非常的透亮和白皙，所以我们选用了这款粉底液给大旭做打底，记得要用刷子上妆哦，这样能让肌肤看起来更通透。为了模仿张雨绮的上仰猫眼，我们决定用绷肉贴纸来给大旭做一个眼部的提拉。接下来就是画眉毛，因为本身大旭的眉毛就不错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对眉毛做一个简单的修形就好了。然后是眼睛部位，我们先用浅棕色大面积的打底来去除眼睛的浮肿，再用这款红色来涂抹眼窝，加深眼尾。最后打亮部分，我们用这个颜色使大旭的眼睛看起来 bling bling 的。我们再给大旭画内眼角填充一下，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。因为张雨绮的脸非常小，所以我们给大旭的脸颊两侧做一个修容，具有视觉收缩感。最后的最后就是妆容的灵魂部分，口红了，用的是张雨绮同款御姐红。大旭你有点了，今天我这个那个市长 vlog 就乐这里啊，大家觉得我这期的人体实验怎么样，有没有成功，然后有成功的记得给市长留言啊，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拜拜。